我唱完最后一首歌，我是我们做有一场很特别的，因为铁花这个舞台有人跑来这边吹过萨克斯风、小喇叭，有来这边，就是我在讲的是那个就是唱歌剧家这样，然后唱歌当然是最多，然后弹的啊，弹吉他的啊，然后反正那形式蛮多的。我第一次碰到变魔术的，蛮好的。对，那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请那个微微上面帮忙配乐的。好，我是非男主人。我前天我才看到一份数据，然后我才知道啊，原来非男主人没有我想象的多。非男主一共全台湾才12000多人。比卢凯族多几百人，哎，我想想真的是，好，我要唱一首我们的古调。
就是魔术师，你在哪里？举手一下，快点！你准备好了吗？大概在两分钟。真的吗？两分钟还可以唱三首歌。哦，别闹。好了哈，好。我们给不一样的掌声，因为这是铁花村第一次的魔术表演。Oh my god！